手工现切羊肉卷，今天咱们做酸菜羊肉，酸菜涮羊肉。看能不能把这个盘子装满。哦，先切这些吧，不够了再切，还有吃不完了。这一大盘。葱姜蒜花椒干辣椒炝锅，红酒酒，炒化下酸菜，真美的。哎呀，先下一锅，喝上一瓶精酿，这个啤酒好喝，敬大家一个。肉熟了，开碟开碟，大片肉配着酸菜，这样一块吃。嗯，烫嘴烧心爽。哎，火调小一点。三伏天就要吃牛羊肉。三伏天就是要吃牛羊肉，暖，一出汗舒服的很。嗯，大部分人以为吃这个上火。就是你不要天天吃就没事，一个礼拜吃上一次爽很。哇，这个羊肉是我买了一整条羊腿然后卷起来的，这很爽啊。嗯，不是我在高雄吃的吗？我那不是拍照片，哎呀，哇塞！美啊，超好啊！嗯，后来我都不咋删了。嗯，这是草原内蒙，我让你吃过草原羊肉，新疆或者内蒙我。高羊肉，不要买，香味不是很大。但是也不能没有这香味，没有这香味是没意思。嗯，这酸菜锅很有特色。那会你们也吃过撒火吗？没有。那会儿小时候饿着，我那会儿吃过撒火，饿着。大家。那能到逛街去弄弄啥去？东东足足，我记印象最深，我俺们吃一顿撒火，那确实好吃。那先给弄的啊，正正的那个熬的，妈的，给我等快一个半小时。那其实人也不是很多。一个半小时。那还慢工持续活，太慢了，好吃啊！好吃，这是丸子撒花，丸子撒花，嗯，好吃。在这儿，丸子撒花是比较好吃，汤好。丸子撒花吃完把汤都一和，美。牛肉丸子，嗯，牛肉丸子。上头给你。放油泼辣子，啊，哇，这肉肉吃美啊！哇，嗯，
吃着涮羊肉，喝着这个精酿，啊，太爽了。哎呀，咱俩要是不开空调，吃上一身汗也没啊，通透啊，着急，人可着急。嗯，没事。妹子，你怂啊！你这跟我再好吃的东西是吧？不。哇！开着空调吃都出一身汗，劲儿大。好厉害！这毛毛，我的妈！不够了，我再切。我沉淀淀粉，我正常哈。我是什么？我是正儿八经的那啥。哦，这是淀粉。嗯，你以为啥？原来是颗粒。是，不是淀粉。精酿就说了，原看过来就是精酿的，对，你知道吧？嗯，哎，那这咱也不好说，看老板良心。啊，这是淀粉。嗯。淀。哎，再找了。那现在的。嗯。吃这种烫的，吃起真的是呲牙咧嘴。但是它放凉了吃就没感觉了。啥都不用加，就这个锅底，啊，香。啊，爽啊！油豆皮儿。啊。咱那个营那都发现过，然后一直体重不涨，然后咱那饭好，伙食好，再要开始了。啥伙食嘛这么好？家常便饭。家常便饭就这么香。这是周一到周五轮着来，从来不重复。米饭。哎，米饭、米线啊，花卷、包子。那花卷，那包子能叠四五个。啥馅儿的？我忘了，有肉馅有素的。还花卷、米线就是不是咱地好的米线，那正儿八经正做的米线。或是咱这里有食堂。我反正咱那伙食好很呗，里头有食堂啊。哦。没有嘞。那个大队我去给装设备时候，又见那大队吃饭，那大队管饭了。哎，去家还就是好吃。还有那啥的，也他们俩，啊，但是那饭都不差，跟外头比不，外头的比不了，一个个，哎，那没去了，香，这汤底是越煮越香。饭，这菠菜面，我感觉不用吃，都跟人吃差不多了。